LG 声波藻类控制彻底改变水处理。 LG Sonic 是水处理技术的领先创新者，开发了一种控制水体中藻类的突破性解决方案，超声波藻类控制。这种无化学物质的方法使用低功率超声波抑制藻类生长，为传统化学处理提供了一种环保和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LG Sonic 的超声波藻类控制系统通过向水体表层发射低功率超声波来运行，这些声波在藻类细胞周围形成了一个恒定的压力循环，干扰了它们的浮力调节，因此藻类无法获得阳光和营养，导致它们沉入水体底部，在那里自然分解而不释放有害毒素。这种方法对人类、水生生物和环境都是安全的。环保与化学处理不同， LG Sonic 的超声波技术不会将有害物质引入水中，这使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会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 LG 声波藻类控制的好处，成本效益，通过减少对化学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的减少维护， LG Sonic 的系统为传统的藻类控制方法提供了一种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长期效率，该技术旨在防止藻类适应超声波，确保长期控制藻华。多功能性， LG Sonic 的设备可用于各种水体，包括湖泊、水库、池塘和灌溉系统，它们能有效控制不同类型的藻类，包括蓝藻和硅藻。最低维护，这些设备经久耐用，需要最少的维护，使其适用于远程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LG Sonic 的技术已成功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各种环境，饮用水蓄水池，该系统通过减少藻类生长和防止味道和气味问题来帮助提高饮用水的质量。休闲湖泊，通过控制藻类，LG Sonic 确保湖泊保持清洁，适合休闲活动。发电，该技术用于冷却池塘和水库，以防止藻类堵塞系统并降低效率。灌溉水库， LG Sonic 的系统有助于保持灌溉水库的水质，防止滴灌系统堵塞，改善农业运营。废水处理，该技术可有效处理大型水坝和废水池，减少化学品消耗并符合环境法规。LG Sonic 的超声波藻类控制技术代表了水处理领域的重大进步，通过提供无化学物质、经济高效且环保的解决方案， LG Sonic 正在帮助确保全球水体的可持续性和质量。随着对环保水处理解决方案需求的增长， LG Sonic 的创新技术将在应对藻类控制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